今天喝的是白茶啊，喝的是白茶，嗯，最近上火，所以喝一点白茶，然后它有消炎的作用，现在已经好多了。我从景德镇回到北京，睡了12个小时，嗯，现在放的这首歌叫做《清明客》，嗯，大家可以去下载一下，嗯。万江呢，这首歌去年5月4号发行到今年，全网大概统计已经有200多个亿的全网的播放量，嗯，所以它也成为我音乐历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首作品。然后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歌呢，是昨天，确切的来讲是今天刚刚发行的一首歌，叫做《清明客》，是写给清明的一首歌，同时也是和河南卫视共同合作的一首音乐作品。整个这首歌的影像，也就是 MV 的部分，拍的也特别的好，嗯。把我的歌词拿过来，吹开故梦，是你在心中，对，是你在心中。
喝点茶吧，然后听听洞箫的声音。嗯，也是我今天经常会这种声音是我特别喜欢的声音。还有吗？再帮我倒一点。老头找你，老头老历史啊，老历在网上特别火。嗯，对，他是跟我是老乡，都来自于吉林公主岭。嗯，从小一起长大。嗯，所以好久也没关注他了，也不知道他怎么样。嗯，每年过年的时候回到东北老家，因为我们都是前后院嘛，偶尔都会见得到。嗯，老历想我了啊，我也很想念他。和张玉蕾的饭约没约上？和张玉蕾，当彼此之间哎突然想到了，就想约顿饭，但是有了想法都没有付出出行动来的。嗯，很快了。嗯，你们喝茶了吗？嗯，今天喝的不是红茶，喝的是白茶。嗯，考考大家啊，中国茶呢渊源非常的深，从唐代的陆羽写过陆羽的茶经啊开始，中国茶成为中国灿烂文明当中重要的一个脉络分支。中国的茶，中国的丝绸，中国的瓷器都是影响世界的。所以中国有六大茶类，你们知道六大茶类分别是什么茶吗？够了，差不多。对，六大茶类有绿茶、白茶、黄茶。
岩茶也算，也就是乌龙茶。嗯，然后红茶，红茶最典型的就是正山小种，嗯，产地在武夷山。然后还有黑茶，有的人说这弹幕的氛围，对，这弹幕的氛围就是把大家扯着扯着，就一定要扯到文化上。嗯，你们也去给力哥去问个好，因为我今天大概也就是，因为我刚刚完成了新华网的直播，所以呢，既然说已经在直播的线上，就顺便到了抖音上看望一下小伙伴，所以呢，时间不会长，我大概也就几分钟之后就下线了。嗯，花茶，嗯，花茶好喝不好喝啊？花茶的历史没有那么悠久啊、嗯，关于花茶的这一块的历史和文化，我还得再研究研究。是因为我喜欢茶，嗯，也喜欢喝茶。而且我家的熏香啊，都是茶，我拿过来给你们看一看，挺好玩的。看一看我的熏香哈、啊，介绍一下，网上有很多，你们喜欢也可以去买一买。然后我把我过期的，因为绿茶只有一年的这样的期限，过了期的绿茶我都当做熏香了，然后买一个这样的小炉子，然后放上烛火，然后就这样放在房间里。整个它会发出一点清香来，嗯，往上稍微的浇一点点水，因为现在不香了，一会儿香味又会扑鼻而出，看到了吗？对，网上随处，网上有，大家如果喜欢这种方式，可以去网上买一买，嗯，我就是在网上买的。啊，嗯，我放了一点水啊，这个香味太好闻了，是大自然的香味，嗯，但是它不浓，它其实挺淡的，嗯，哎呀，好闻死了，嗯，哦，太喜欢茶的这种茶香了，嗯，亚楠，你应该也开发一下这样的产品，这也真挺好的，是吗？我其实第一次见，你第一次见啊，我在网上买的。一空间咱们可以放进去啊。茶香，这是绿茶，这是龙井绿茶。嗯，我这个茶还挺贵的呢，这是真的是一个茶人朋友送给我的。嗯，
我把它熏香可能有点可惜了，但这个茶味道真香啊，哎呀舍不得放下。不容易烫到手，嘴巴上火嘞。哎呀好香啊，再稍微的倒一点水，一会儿会更香。对，大家喜欢就可以到网上去选一选，里边呢就放一个这样的，没事就熏着，挺好玩的，而且挺古朴的，但是你家得有那个环境啊，放在旁边桌子上啊什么的，晚上放在洗手间也可以，就会非常非常的有趣，然后也挺静心的，心情会好。放这儿。我不经常直播，有机会了就上来，就比如说上来看一看，和大家交流交流。这是谁呀？哦，看到了，谢谢。对，今天是清明节。茶不失眠，对，唯独喝茶有的时候第二天眼睛会肿，但我止不住，有的时候我创作的时候，哇，一杯茶接一杯茶，又喝好几壶，第二天眼睛会肿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也克制，克制不让自己喝，就想喝点开水啊什么的，但是属实是太爱喝茶了。喜欢我十年的粉丝，谢谢你的喜欢。
你们的留言我都看到了。